同样也是选择自行创业的，还有被网友号称是全台第一帅的王阳明了。虽然他有着海运小开的背景，算是人人都称羡的富三代，但是王阳明并不想靠家里，除了自己拍偶像剧来赚钱，另外他投资创业也是有声有色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少女王阳明，新年快乐。穿着皮衣和牛仔裤，王阳明男人味十足，出席电影宣传活动。下外套展露身材，再拿着盾牌，王阳明瞬间变身电影里的主角。帅气的他除了忙代言拍戏，也很有生意头脑。这个是我们经营帝国的首饰，然后这个是 Shambhala Beads， 就是珠珠，对，所以我金的银的都会带。出席活动都带着自家银饰品，等于免费宣传。王阳明2012年和朋友合资开的银饰店，饰品风格融合中国与西方文化，店里有一半的客人是冲着王阳明而来。从饰品设计到管理，王阳明通通自己来，明年还要往海外拓店。2013年有成长，然后2014年希望继续成长，然后我们有打算要往国外发展。喝了牛奶，我就会让你走。拥有纽约大学商学院学历，王阳明当演员也不忘动脑赚钱。号称全台第一帅的他强调，未来会更努力的投资自己。三立新闻问陈戴翔，以台北报道。